HSK 3급 단어 일상 대화 20개입니다. 반복적으로 들으면서 대화문을 익혀보세요.爱好 넌 취미가 뭐니?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?난 여행을 좋아해. 책 보는 것도 좋아하고. 我喜欢旅行. 还喜欢看书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喜欢旅行，还喜欢看书。你有什么兴趣爱好？我喜欢旅行，还喜欢看书。阿姨，아주머니지갑을카운터에두셨어요아이 你把钱包放在柜台上了，哎哥，你中心中吧？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阿姨，你把钱包放在柜台上了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阿姨，你把钱包放在柜台上了，哎呀，瞧我这记性！ 办法。时间,해해时间不，多了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 你先别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时间不多了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先别急，让我想想办法。帮忙。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。哎呦，我这个男的也挺的，怎么这 哎呀，我也不是外人，你那么客气啥呀？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外人，你那么客气啥呀？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。哎呀，我也不是外人，你那么客气啥呀？办公室。 哇，你的办公室정말쾌적해보여哇，你的办公室看起来很舒适。舒适그래나도지금의사무실이너무좋아是吗？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办公室。哇，你的办公室看起来很舒适。 是吗？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办公室。哇，你的办公室看起来很舒适。是吗？我也很喜欢现在的办公室。别人，이른현재아무도몰这件事目前谁也不知道。哦。 나다른사람한테말하지않을哦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这件事目前谁也不知道。哦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这件事目前谁也不知道。哦，我不会跟别人说的。北方。 你去过中国的北方城市吗？阿西果不哦，还没有。你去过中国的北方城市吗？还没有。你去过中国的北方城市吗？还没有。 笔记本。오늘내용굉장히중요해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。그럼노트에적어야겠다那我要记在笔记本上。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。那我要记在笔记本上。 今天的内容非常重要。那我要记在笔记本上。冰箱 이렇게 큰 냉장고에 왜 먹을 게 하나도 없어? 정말 다다 냉장, 정말, 1점, 1점, 도점 1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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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刚出差回来，还没买菜呢。这么大的冰箱，怎么一点吃的都没有？我刚出差回来，还没买菜呢。这么大的冰箱，怎么一点吃的都没有？我刚出差回来，还没买菜呢。Bis. <子>는말할때코를자꾸만져 他说话喜欢摸鼻子，말할때코만지는건무슨심리지说话喜欢摸鼻子是什么心理？他说话喜欢摸鼻子，说话喜欢摸鼻子是什么心理？他说话喜欢摸鼻子。 说话喜欢摸鼻子是什么心理？超市。이따가나랑같이마트갈래？待会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超市？좋아마침나도가려고했어好，正好我也想去呢。 待会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超市？好，正好我也想去呢。待会儿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超市？好，正好我也想去呢。成绩。이번학기에걔성적이이렇게나많이올랐어这学期他的成绩竟然。 提高了这么多，그러게아무도생각지못했지就是，谁也没想到，这学期他的成绩竟然提高了这么多。就是，谁也没想到，这学期他的成绩竟然提高了这么多。就是，谁也没想到，衬衫。 他平时就爱穿白衬衫，깔끔한걸좋아하는것같아。看来他挺爱干净的。他平时就爱穿白衬衫，看来他挺爱干净的。他平时就爱穿白衬衫。 看来他挺爱干净的。船，내일배타고부산가。我明天坐船去釜山。어그래너배멀미안해아참다你不晕船吗？我明天坐船去釜山。 啊，真的？你不晕船吗？我明天坐船去釜山。啊，真的？你不晕船吗？词典。伊达诺무슨뜻이야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나도모르겠어사전찾아봐 我也不知道，你查一下词典吧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查一下词典吧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也不知道，你查一下词典吧。蛋糕，一个<糕>给 k 이크너무맛있어 这家店的蛋糕特别好吃。可是，每年生日那有几说可以说开个茶，是吧？每年生日我都在这里买蛋糕。这家店的蛋糕特别好吃，是吧？每年生日我都在这里买蛋糕。 这家店的蛋糕特别好吃，是吧？每年生日我都在这里买蛋糕。打算？이번주말에무슨계획이있어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那대학친구만나기로했어我约好跟大学朋友见面。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约好跟大学朋友见面。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打算？我约好跟大学朋友见面。灯。전등끄는거잊지마别忘了把灯关掉。네알았어요哦，知道了。 别忘了把灯关掉。哦，知道了。别忘了把灯关掉。哦，知道了。电梯。아이구나너무피곤해그냥엘리베이터타자哎呀我累的不行，还是坐电梯吧。이층인데엘리베이터탄다고 二楼还要坐电梯。哎呀，我累的不行，还是坐电梯吧。二楼还要坐电梯。哎呀，我累的不行，还是坐电梯吧。二楼还要坐电梯。电子邮件。 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，你收到了没有？啊，나확인해볼给哦，我确认一下。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，你收到了没有？哦，我确认一下。我给你发的电子邮件，你收到了没有？哦，我确认一下。 소리 내어서 잘 발음하셨나요? 언어 공부의 핵심은 반복적인 연습입니다. 온전히 내 것이 될 때까지 반복, 또 반복해주세요. 치아요!